在西雅市的时阵，观众朋友上届注重的是什么呢？环保署举办全国卫生环保夜市的评选，新竹来湾古迹相款是真无简单。在二十一个参加比赛相款内底，因的环境清幽嘛，变了真清气，而且落实环保，即个摕到特优的成绩，受到大家肯定。台湾老街是新竹县内大型商圈之一，除了客家菜不只出名，阁有铁枝路、温泉、吊桥，甲丰富的生态，拢深受民众喜爱。为了维持环境，老街商圈除了在固定的所在设粪扫桶，阁另外请清洁员负责资源回收，街商圈看起来就是真清气。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都没有在使用，像我们都是用。铁的碗啦、啊，汤匙也是铁的，筷子也是用铁的。人员一个小时啊，一定是扫一次，有没有？然后垃圾桶满了以后，我们就有专人的人再到我们的资源回收厂，有没有去分类？我们分得很细，有铝箔啊，有纸的，有铁罐啊，以及废弃的都分得很清楚啊。环保局表示，来湾这届会使提奖，主要是相关请在地较弱势人来到这清洁工课，尤其假日游客坐的时阵，十点钟拢有人摒扫，大大提升观光品质。最主要的关键是在内湾商圈，它整体的一个环境整洁，以及商圈这边有自主管理，也友善的聘用一些弱势的一个清洁人员，来维护我们整个商圈的一个环境。另外，环保局把各类游客佚佗的时阵，会使家己扎环保餐具来接消费，部分店头佮会拍折，也是加量回归民众，都是环保相关的好名声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